其实女人比男人呢更爱养备胎。去年一项针对2832人的问卷显示，女人养鱼的比例是 53.5%， 而男人呢则是 52.7%。 两个数据大差不差，却刷新了很多人的观念，女人居然比男人更爱养鱼，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第一，需要情绪垃圾桶。女人养鱼的目的呢，多数是为了倾诉和闲聊。其实想想也是啊，女人在空虚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的会希望有人陪聊。第二，需要近距离陪伴。确实有一部分女性呢，存在强烈的依附心态，会需要时时有人能够在身边陪伴着。但是找一个男朋友，进行一段稳定亲密的关系，需要付出的太多了。他们只是想要享受类似的亲密关系，所以呢，觉得找个备胎就好了。第三，纯粹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，这个呢我不说大家都是懂的。所以呢，男人注意了，别轻易成为女人的鱼塘里的鱼了。